潘金敏少女，好，潘志女少女 OP 了，我不得了了，她这次更新的所谓的狮子星运好，狮子星运好礼哈，那这个狮子星运好礼呢，里面就有所谓的狮子星的运宝箱哦，那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哇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里面有一些狮子系列的新角色啊，花机灵，哦。有没有？好，所以今天这集的重点介绍一下狮子星运好礼。哦，啊，那它里面的什么？里面的角色这样？欸，不一定欸，它里面也有我有的啊。哈哈。好，今天标题就这样，拜拜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这边可以一剑封吗？欸，但欸，董教喜昨天是怎样？十连抽？是吗？是吗？今天就去失恋了。ご主人、ご用は何ですか？ご主人、ご用は何ですか？嗯，是哪すか？失恋。哇哦！都抽一抽好了。留这么多段也不要干嘛？欸，我觉得你全部抽光啊！留这么多段是，怎么定的？哎，好啊，全部抽光啊！你再送啊，你再送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要这么激动啦！我跟你们讲啊，这边你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合出来。今天假啊，一破。今天啊 ，gay， 所以之后可以一破，是不是？怎么凶凶？哇塞，各有人一破哎哟！我今天傻掉啊！哇，什么鬼啊？哎呀，他就不见了哎！我他就一破了，是不是？小到不行！哎，你干脆就先把全部的欲望念出来，再慢慢靠上去就好。我觉得也是可以的，但我觉得这些就是让人家玩的措手不及啊！你冒险看一下，目的。